各位美國的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們到 Sonoma 這個三藩市的一個很有名的 racetrack， 希望大家今天 enjoy 這個 WTCC 世界房車賽在美國站，我們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的，多謝大家支持。香港在靠科尼的比賽，我們全世界去到很多不同的賽事，可以來到這裡也很開心。今天的寶馬都是在賽事都是跑得很好的，但排位賽或者不是靠拿得那麼好成績，第13今天是13開始，跟著我們看看今天我覺得我們賽事應該是挺因為我的車不是很少胎，我們可以跑得很好。心情希望贏第一，不過昨晚就辛苦啲，今朝都好多。我哋試完車，即係駕得好準今次。希望今次做得 OK 咯。希望佢今次唔好再整爛架車啦。順順利利，架車so far依家 OK。咁尋日個波箱個transmission壞咗，咁昨晚漏夜換咗個新嘅。咁今朝試咗車，so far依家冇問題。Sonoma Raceway presenting the trophy for the winning manufacturer to Mr. Oriachi from Honda.